中青年正在线上直播哎，大家都爱做巧克力哦。没想到婉君为我情人节礼物这么用心，我好感动哦。情人节礼物，我的老师廖小贺。中青年正在线上直播哎。很香哎。好姐妹毛玲玲，还有伟山，大家都爱做巧克力哦。哇，没想到婉君为我情人节礼物这么用心，我好感动哦。情人节礼物，难道他们想给我个浪漫的情人节，所以这么用心在做巧克力？可是情人节不是还有两天吗？哎，金小帅，你很奇怪，情人节可以提早过嘛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巧克力呢就是要新鲜吃才好吃，所以我猜哦，明天应该就收得到了。包贝尔，这是我为了我心目中的英雄亲手而做的巧克力，送给你。林俊，你终于明白我的心意了。你那么照顾我，保护我，我怎么能不明白呢？谢谢。以后每一年的情人节，我都要亲手为你做巧克力。好，我永远都是你的巧克力。对不起，我很后悔这么冲动的向来提分手。其实我一直都还很喜欢你，你愿意跟我复合吗？这一次，我不会再这么轻易的放弃我们之间的感情的。我当然愿意啊，我们就复合吧，不要再吵架了，不要再管别人的眼光了。你是谁啊？猜。这冰冰的小手到底是谁的？阿美，我喜欢你，你可不可以喜欢我？我也喜欢你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耶。这是我们交往后第一个情人节。哇，好漂亮哦！这样我舍不得吃哎。不行啊，我做得很辛苦哎，你一定要吃掉。嗯。很好吃哎。我爸说。一人吃一半，感情才不会散。那这一半也得吃，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。能过情人节真好。